理事长，还有王家东区长，以及黄敬雄局长、林志峰总经理、廖俊杰总经理来进行我们的完工通车仪式，谢谢。好，那么媒体朋友们，我们也会让大家在正式通车之前先来取经，感谢今天所有朋友的参与，也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们。